我们现在在乌来的967营地看日出。你说戴帽子那个啊？九一吧是第一名。好胖，随机，他裹着毛毯像老人的背景。还有 Alan， 还有 rapper 在被黑黑的。现在的时间是几点啊？5:36。5:36。还有一个在做爱心的大仔，他帮他拍照的伊娃。好了，真大仔 ，OK， 我没有在整理啦，是你。好了吗 ？OK 了啦。然后再搞一点这一张。日出好漂亮哦，还有云海耶。可以问一下 Rapper 为什么你的镜头都是对着我们这里呢？没有啊，我现在调整啊，因为刚才的灯光太暗，时间曝光太长，脸会模糊掉，一动作就模糊。所以很认真在帮我们拍照吗？我现在打闪光。哎，我今天拍过去，有点像在那个非洲丛林里面哎、欸。对。起来了，对啊。